双手举高举起来，加油，跟着音乐打节拍。我们的四班五班还有我们的一班二班拉拉队表现没话说，四个班级再加拉拉队成绩15分。同样的我也看到我们的六年三班导师也下来跳了，六年三班导师为六年三班先加10分。掌声尖叫给他们最强有力的掌声尖叫。我们的六年三班，开玩笑，这个舞步可是精心策划了很久的，你的掌声你的欢呼声再次给他们持续的掌声鼓励。掌声鼓励，谢谢我们的六年三班。接下来他们真的说谢谢老师，他陪伴着我们，谢谢主任，他鼓励着我们，伙伴们大声的说校长我爱你，伙伴们谢谢你，你们爱不爱老师啊？再选起双手，给所有的师长们热情的尖叫30秒。所以回到学校之后，记得你们要听谁的话？听谁的话？借由你们的歌声，借由你们的动作，借由你们的双手，跟着节奏，我相信你的有骄傲，有悲伤，有难过，有挫折，但是在老师的陪伴之下，在同学的陪伴之下，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一起舞蹈，一起歌唱，大声地说听老师的话。来参加的是毕业旅行，时间还有，勇敢的放飞的空间。
让我们让老师一起分享我们的快乐，分享我们，但是老师原谅了我们，而今天他陪着我们，让我们一起勇敢的唱出老师的话。同学你的付出，在最后请同学们各班席，请教官我们将我们的同学们慢慢的带回原位，继续的坐下。最后一个时间就留给有2分钟的时间给老师，
跟教官跟同学有做晚上睡觉前的叮咛，最后这一首歌就留给